担心退避灾祸，我所就是这谁制定的规则，创造了这躯壳，谁相生相和，谁成为传说。别示弱，用热血的颜色来冲破现实虚拟隔阂。别退缩，这算什么挫折，跟我直面来生活，这执着不容一丝散落。时光变质交错，这天地一枪之翻涌，混成几随波过是成王者，谁都不能超脱，未走过化身破幻者，用心世界交错，生灵万物都在聚合，谁在低声诉说英雄的无奈与坎坷，裂痕正在剥夺少年的锋芒与沉默，对手的拳头把天地皆割入眼中，天斗网络即刻起。在比赛中被击杀的玩家将无法通过复活点复活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你就这么自信？我一个人就够了，那种谎话连篇的无赖。谁谎话连篇？最恨别人冤枉我了。就当他死了。他是什么人？江湖通缉榜排名第一的杀手，名字都红得发紫了。为了让各位玩家更好地享受游戏，比赛范围将扩散至全地图，参赛人员将扩散为所有人。另外，比赛期间复活点将暂时无法使用。天下再无平安之地，死者再无生还之时。真的，老子早就……谢谢，谢谢大哥哥。侠需要些什么？你们这儿的药师呢？
哎呦，不瞒您说，我们掌柜前段时候遭遇雷劫，羽化成仙了。啊！哎，您看想买点什么？我给您找找。有回血丹吗？有。这不是大名鼎鼎的紫飞鱼吗？真是这缘分，我非常非常的敬佩你。通讯被切断了，谁都联系不上。现在连直播也没有了。之前看到直播，紫飞鱼是在山渊火地比赛的。山渊火地距此处甚远，凭借我等移动速度，可要花上不少时间。那还不快走？哈，就凭你这菜鸟级别啊！来，这些都吃进去。啊，这些是？哦，九聚凝气丹、心甘雨露浆、神行百步丹。这个是月初活动送的，这个是抽奖来的，这个是路上捡的。哇！哇！我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。提升效果是有时间限制的。哦，那我先走了，你们也。喂！竟然快到无法追赶。嗯，既然这样，我们也去找一个人。你是森罗地狱的？对，恶心的门派，现在后悔也晚了。既然碰上了，姑且问一句，前面见过三个小家伙，就这么高，这么点大？没有。哦，我再去那边找找。哎，他们在这儿。谁放的宠物呀？糟糕，差点被发现了。做什么？我是来找人的。你们又是？我们在这里避难。在这儿避难？哇，这里岩浆伤害不低吧？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，就是因为这样，其他人才不会来。哦，你们别紧张啊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你们见过一个叫紫飞鱼的狼牙胎女玩家吗？真！
你听我解释，在昆仑虚我被莫名其妙的传送走了，绝对不是逃跑的。啊！我发现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喂，别打情骂俏了，我还在这儿呢。啊！我不认识他。我。你要英雄救美。哼，他像个斯巴达似的。 This is Sparta。 救什么美啊？你老子现在活很大，别惹我。我的游戏还没有结束。那最后一瓶恢复药，我看现在这已经不是个游戏了。这里危险，快走！我为你忘记，我不知道该去哪儿。一定不安全，我就在这儿等你。那你们自己藏好。逞什么强嘛！被你看穿了。让卫仪和隐身俩人假冒异人，这不是什么新鲜战术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是两个人。那你就不想想，现在另一位到哪儿去了？火山爆发了！从比赛扩散开始，这个灾难就越来越大，再不跑就来不及了。算你命大！快跑！那现在好像还不能解除组队。你想利用我晋级？做梦！我确实是想晋级，但我也不干那没义气的事儿。我是被传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去了，后来还是紫苏把我救出来的。奇怪的地方啊！我记得好像是叫……大姐姐，我能跟你们一起吗？我一个人很怕。当然可以，我叫紫飞鱼。我叫莫小溪。这小孩哪来的？我们先离开这里吧。从打斗痕迹来看，对方是个高手。高手？没有多高啊！你打我干嘛？白龙游放。想解锁更多精彩剧情，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，关注官方微信和微博，跟随变态辣的脚步，加入我们的奇幻大冒险。分外剧场，高清壁纸，同人小说精彩放送，还能抢先观看更多剧情。
系统会不断发动灾害来逼迫玩家离开藏匿之处，火山爆发、地震、落雷、瘴气。各位，现在大混战还没有结束，系统又在不断的制造灾害。我希望大家组队行动，避免落单。你现实中是什么人？你是不是别的工会派来的卧底啊？喂，这个号角声，这是冲着我来的。他们专门包围暗算级别高的玩家，无能为力，自保为上。子非鱼，现在这已经不是游戏了，而是你死我活。敢不敢和我冲出去？别怪我们不地道。